所有线上的歌迷，那个你没有办法来，或是生气借口不来的，没关系，我还在这。然后我们还有高雄的吧，高雄场，对。然后希望真的非常，虽然我今天也是一个女骗子，没有穿红色，但是我希望我今年可以有演唱会，真的。然后希望那时候可以再看到更多的人，这样吧。所以大家都会去吗？演唱会现场？然后又在网络说演唱会呢，这样子。我怕到时候又是一场不够，两场不够的话，你要继续加场的话，你可能要先调好一下，是不是？你们的朋友是不是都进不来？演唱会门票是不是很难买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也是抢票，今天只要一分钟无意抢票，剩下倒数十秒钟了，然后就你这边重复点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没了。哦、oh. ，所以希望大家，这就是我们的就是生活乐趣啊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有遗憾，之后你们才会更爱我。所以就是这么贱。还是要骄傲，有点遗憾。不过今天来到现场的人，我相信都没有遗憾了。不过这一场呢，当然今天一开始我们就要有一些礼物可以送了，因为我其实好啊，什么？我今天在来之前我就想说要凹一些礼物啊。我说你们这个活动里面的确是有送啊，但是我就是还想要一些特别的，所以我就拿了一个，哎呦，要从听歌奖品会里面，我今天有去，对，然后我就把它抢，我就把它偷偷的收藏起来。然后你要丢下去给？哎，没有，当然还是要问一些几个问题啊。好，因为你知道这一次啊，我们不能说见面会，但是又不能讲最后面三个字，比如什么签唱会啊，没有拥抱会，这样子又不完整，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念完，就说《Ugly Beauty》专辑签名握手，没有拥抱会。然后每一次念起来就觉得相当的辛苦，所以我们就要来挑一位。你如果你会把全部的念完，当然我知道叫做《Ugly Beauty》专辑签名握手，没有拥抱会。但是你如果知道《Ugly Beauty》的字母总共有几个的话，请举手。黄色衣服，十个答对了，哇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哎，我还在数哎。怎么会这么快？谢谢。哎，不是九个吗？对，你说什么都对。十个。今天蔡老板说什么都对。太差了我。不要跟人家比英文了，我们这边现场卧虎藏龙，有没有？好，当然其实今天我们一开始呢，尾牙季嘛，当然就是要大家欢喜，大家开心，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要来玩游戏 ，OK 吗？好啊。那今天玩的游戏的方式呢，就是我刚刚稍早讲的，就是说大家今天在进场之前都有收到一个红包。红包都有收到吗？他们是在叫你还是叫我？还是叫你啊？好，现在叫我，不好意思。那一趴你等一下嘛。好了。我们今天呢，先准备好，大家都有这个红包里面的抽奖的这个号码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上一下抽奖箱。今天呢？抽几个？今天我们先抽四个就好，好吧？我们来站在中间一点好。哎，好多张哦！有啊，每一个人都有。当然，那一张弄丢了就来不及了。现场一定要在哦，如果上洗手间的就拜拜。OK， 好，四张，我们来慢慢一一的上名。哎，我闪光看不到。166是不是？让我来帮你确认一下。166。哦，166号，166在现场吗？请举手。哦，好，红色的。耶、yeah. ，对不对？640号，640，请举手。哦，640在旁边。哇，那一区很旺哎。好，两位，目前是两位，还有两位哦。好的。表演上来了哦，请到面对舞台的左手边，我们有工作人员来帮你来到舞台上，把你拉上台。244号。244有在现场。244好，来到中间了。里面穿红的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, ，我看到了。有，他真的穿红。616。616。616，哇！在前面。哇！好，四位，请麻烦到面对舞台左手边，我们待会儿来告诉你们要进行什么样的游戏。哇，大家都很激动哎，是怎样？很饿是不是？
是目不转睛哎，因为我刚刚站在这边，我在看他的时候，主持人访问他，他根本就没有看主持人，然后就这样。眼神呆滞的，我想说他在看哪里啊？哦，转身你在这儿、啊，那我现在应该站这一边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下一位同学，我们要怎么样称呼你呢？你的爱，我的爱，你的爱，你的爱，哦，我的。现在的你的爱，对，名字都比较有创意了。你的爱，他要跟你说。你的。好，那你的爱从哪里来的？台北。哦，台北。嗯。好的，今天穿红色服真是穿对了啦。对，好，对，全身都是红的，嗯，好棒。好，那我们再请下一位，我们把麦克风交给下一位，好不好？下一位请。好，你也不在线，哪边的？小俊。小俊。对。你的名字？上海还是北京？重庆。哦，重庆。重庆。小俊。重庆来的朋友。对，我们因为这个时间公布的有点晚，然后我们就。赶紧买机票，然后还有北京的、上海的，对吧？啊，谢谢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应该没有带猪肉入境吧？没有。还是要注意一下，小心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我们要怎么样称呼呢？易山，在台北，住台北哈。好，台北的朋友。你电话几号？你要问他什么？没有，我刚刚在听你对他说什么。哦，他说他台北大概讲了3遍，他想说你没听到这样。不好意思，他声音比较小声。